Welcome to 1730，我是你们的热狗。拿着手机自拍似乎是现在妹子们最喜欢做的事情，然后发发朋友圈和微博分享自己的快乐，但往往让待机时间短的智能手机伤透了心，总是在开心的时候提醒你电量不足，这真是愁坏了图还没有修好的妹子们，耽误了分享朋友圈的时间。要是有一个可以坐下来歇会儿，还可以免费给手机充电的地方就好了。为了迎接2020年世博会的举办，同时为了将公共服务设施做成迪拜的特色之一，迪拜这样一个富得流油的城市设计出了一个既可以让人们休息，还可以提供免费 WiFi 的 Smart Palm Trees。 Smart Palm Trees 在迪拜的各个街头都可以看到，是一个完全绿色环保的公共设施，通过太阳能获得电源，主要支撑着六个功能的使用，最重要的就是能够给路上的行人提供免费的 WiFi 和手机快速充电功能。要知道现代人都是什么都可以不要，唯独没了手机和 WiFi 会死心人。 Smart Palm Trees 出现在各个街头，为逛街累了的行人和旅客提供了一个可以免费休息的地方，让人在街上就能像在家里一样舒服自在。不光如此，每一个 Smart Palm Trees 设施都具有360度红外闭路电视摄像头和紧急按钮，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可以及时报警，保护自身的安全。在夜晚的时候， Smart Palm Trees 还可以利用白天所储存的太阳能供 LED 灯发光，即使在夜晚迪拜的街头也能因此变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如果把这货改装成路灯，以后妹子们走夜路也可以放宽心了，三步一个摄像头，那些心存邪念的人再也不敢为所欲为了。小编不得不佩服现在的科技发展，不知道这样的智能设备什么时候可以普及到世界的各个角落，我还是很期待充电宝被淘汰的那一天呢。欢迎走进一区子厅，好吃好玩有趣逗逼的东西我们这里通通都有，没时间解释快上车。